如何构建一个这么大规模的 Keybase 集群。接下来呢，第二部分将由唐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构建大规模 Keybase 集群里边的一些性能的优化技术。OK，那我们开始第一部分的内容。很多人其实会奇怪既然社区对 Keybase 集群的规模有限制，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构建一个这么大规模的 Keybase 集群？其实有很多的原因我这里列了几个我相信在很多大的公司里边都会有这些共性的原因首先是超级应用，其实很多社区包括大公司其实都会面临着这么一个情况，就是 APP 越造越大以蚂蚁集团自身的例子来说呢，我们其实有一些超级 APP，可能单个 APP 的规模都超过万级 pod，甚至达到2万级的一个 pod 的这么一个规模。那么我们其实可以这里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对于一个2万 pod 规模的一个 APP 而言，那如果它的经典的一个规模是4C 8G 或者8C 16G 的话，那么当 APP 的一个资源的需求，我们换算下来可能就需要超过1000台机器甚至呢，对于机器小一点，甚至要达到2000台机器的一个规模当然，这里隐含的一个条件是说我们在我们的集群演进的过程中不需要应用去做一些应用架构的调整，以适应底下基础设施的一个变化这就会让我们需要提出的要求是说，让我们需要保证 Keybase 接口的不变第二个主要的原因呢，其实是出于成本的考虑。比如说我们为一个2万 pod 的这么一个 task 专门给一个小集群的话，那么给我们的优化的手段就会很受限。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小集群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各种优化的技术去达到一个更好的资源利用率那在这个话题方面呢，大集群有一个天然的优势，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高级的调度手段比如说混布，比如说分时调度，来达到降低整个公司的运行成本对于成本的考虑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然，第三个方面呢，其实受限于公司的一个应用的一个体系架构。对于很多公司而言呢，其实都会有这么一个需求可能出于数据本地化访问的一个考虑，或者流量本地化管理的一个考虑，会构建出来各种各样的一个应用的架构，比如说虚拟数据中心或者一些相似的架构。那这些架构的设计呢，就导致就会有一些要求，那这些要求可能是要求相同的是一个逻辑架构里边的应用跑在同一个集群上，那这就会给底层的集群增加一个很大的一个规模的需求基于上述原因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蚂蚁集团呢，其实一直维护着业界最大规模的一些 Keybase 集群了最近呢，因为业务的需求这个规模对我们又提出了一个更加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需要构建一个1.5万节点40万 pod、100万 CR 这么一个超级大的一个Keybase 集群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构建这个集群的过程中的一些思考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这个规模呢？首先基于我们在蚂蚁集团在 Keybase 领域的一个长时间的积累，以及我们对于 Keybase 请求模式的一个了解我们最终的判断是这个规模是可达到的。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达到这个规模如何逐渐达到这个规模呢？从路线来讲，我们通过请求模拟，通过压测，通过仿真再加上在线评测，再通过逐渐上线的这么一个模式首先，对于请求拟合来讲，我们是要求所有的请求拟合都是基于真实流量的一个拟合那么，对于性能的一个评价来讲，我们采用了基于 SIO 的性能评价方法有了流量以及性能评价的方法，接着我们是通过全链路的一个加测，找出链路中的一个瓶颈点并优化最终将这些优化的措施逐步在应用无损的一个条件下逐步上线到我们当前的一个集群体系中。那接下来我将逐渐介绍这四个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首先，对于
真实流量拟合啊，这个方面呢，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其实也是我们整个关系到整个工作的一个成败。我们知道在 K8S 集群里边呢，我们有很多的请求，各种各样的一个请求动作啊，包括啊像 list， 包括像 get put 啊，以及啊像 update 的这些，大体呢可以分为三类啊，一类是 list， 一类是 read， 一类是 write。 那我们选取了集群啊，就是我们某一个集群的一些组成的情况，可以看到在集群里边大概有 80% 以上都是 get 请求，那剩下的 18% 呢是write 请求，那接下来list 的请求占的更少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请求的组成方式是不一样的，当然从请求的消耗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比例又是完全倒过来的，虽然 list 占的比例比较小，但是 list 对于 K8S 的一个资源消耗是最大的，那接下来是 write 请求啊，这两个都会远大于 get 请求啊。所以我们要对集群里边的流量进行模拟的时候，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到各种资源的不同以及请求流量的不同。资源的不同体现在资源的大小啊，请求流量的不同啊，我刚刚提到了也体现在请求的请求量不一样啊。那有了这些请求不同的一个比例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请求工具压力模拟工具从不同的角度去拟合线上的一个真实流量。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选起来像 list、watch、get、patch、post 和 delete 五种动作来模拟整个集群中的请求量，然后通过 pod、cr、pv、pvc 的资源来模拟请求中的资源分布情况有了这个模拟的手段之后，我们可以通过线下模拟的一个环境跟真实的集群中的流量做对比看一下我们模拟的一个真实程度我们选取了一个在线的集群，通过拟合的方式我们在资源的拟合、资源分布的拟合达到 80% 在动作就是请求方式的拟合达到接近 80% 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也看到在整个资源的使用量就是 CPU 和 memory 的一个使用率的一个相似度我们请在我们的测试集群和真实集群能够达到 80% 以上，同时在请求的 latency 的情况下的相似度可以达到 85% 以上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有了这个接近真实的一个请求流量之后我们就可以接下来对集群去做模拟压测。在做模拟压测之前，我们需要明确一点，是我们如何去衡量集群的一个性能K8S 集群的性能其实在社区也是一个研究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话题目前的集群性能是基于 SLO 的方式来进行评估的这个表格里边呢其实就是列出了社区里边对于 K8S 集群的一个请求性能的一个标准总结来说呢，其实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对于当资源的一个读写请求要求 P99 的一个延时小于一秒当然对于 list 请求呢就有分为 namespace 和 cluster 两个级别的一个限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这个限制其实分为两点。第一点来说呢，我们认为这个限制其实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对于大规模集群来讲1.5万规模的一个集群，它的规模已经大于社区标准的一个3倍之多在这种情况下要达到社区的这么一个一秒的一个标准其实还是很难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标准其实代表着用户的体验用户对于 K8S 的一个性能的请求其实不会随着我们集群规模的一个增大而降低所以这个方向也是我们需要去追求的OK。那接下来说全链路的一个压测有了模拟流量，有了我们的性能评估之后，我们怎么样来做全链路的一个性能的优化。我们都知道1.5万节点的一个规模相当于社区规模3倍之多，那在这个情况下调整其实也是全方位的，那意味着我们的性能优化手段也是需要是全链路的这里全链路包括像 API Server ETCD Client 以及一些其他的优化API Server 这一侧呢，其实主要是针对 API Server 当前的一个请求的一个 cache 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对于 API Server 的
中啊对 API Server 的请求啊，API Server 里边存在一个请求 cache 啊，用于降低 list 请求对于底层的一个冲击。那么这个 cache 的使用率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化的手段啊。当然还有一些优化的手段啊，后面唐博会给大家做更详细的介绍。对于 etcd 来说呢啊，etcd 的优化手段其实非常的多，像 etcd 的拆分就是社区里边啊非常常用的优化手段啊，包括 etcd 读写性能的一个优化啊。我们都知道，etcd 是一个多读少写的一个数据库。那在这种情况下，写性能一直是一个大的瓶颈啊。通过我们的优化啊，etcd 的在蚂蚁集团里的写性能啊有了大幅的提升啊。当然还包括 etcd 的数据压缩以及数据的治理。在客户端方面呢，客户端请求方面，我们通过客户端的一些经典的优化啊，能够降低客户端的一个请求，同时也通过客户端的一个附带金款来降低对于单 API Server 的一个冲击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优化啊，像一些更好的存储的硬件，像 NVMe 给 ETC 能提供很大的性能加持啊。像我们去降低各个组件的一个监控 Matrix 的一个量啊，来降低组件的一个执行的一个压力啊，以及我们通过合并请求啊，包括资源的压缩来进一步提升集群的性能。其实对于全链路来说，对于 K8s 来说，都是一个端到端的一个性能请求，尤其是对于大规模集群来讲，这个性能会更加的重要。任何一个环节的性能短板都会给整个集群带来很大的一个冲击 OK，刚刚提到了 ETCD 的一个性能，我这里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对于 ETCD 的优化的过程中的一些考虑首先，基于 ETCD 的一个体系结构，我们知道 ETCD 的一个请求的 latency 跟 ETCD 数据量的大小其实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这里呢，我们其实列了一个数据其实想说明的是，我们通过对于 ETCD 数据量的一个优化数据通过缩小 ETCD 的一个数据量能够达到像 get、update、delete、create 这些全系列的一个请求都能 latency 能够降低到原来的一半这就相当于我们的性能有了成倍的一个提升另外一个呢，对于 etcd 很重要的是说，etcd 是整个 K8s 集群的一个数据基础。那我们在这个 etcd 优化的过程中，如何能够做到在线去升级在线去拆分而不影响到集群中已存的应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我举了一个例子，以 etcd 的拆分为例我们在拆分之前client 端到 API Server 端到 etcd 端整个资源的 RV 其实是一致的。那随着 etcd 的拆分，比如说我们把 pod 的 etcd 拆分出来，那 pod 的 etcd 会出现一个更小的 RV，就会造成整个 client 端的list watch 请求机制的一个失效。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需要有某些技术手段去能够触发client 端做一个 release 的操作，更新 etcd 的那个 RV，从而达到整个恢复list watch 机制的一个功能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呢，我们也是设计了很多技术方案，最终呢能够做到整个 ETCD 拆分过程中，包括 ETCD 升级过程中无应用无干扰这么一个效果其实说起大规模集群，很多大家的关注点都在于性能，都在于我们如何打造这么大一个规模的集群。其实对于企业来讲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做到真正的应用无打扰流量无损，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里会涉及到三个方面具体来说刚刚提到了像 ETCD 这个是数据的基础任何 ETCD 的一个 fail 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干扰包括 API Server 的一个升级以及运行时的一个高可用就是应用就是我们的集群规模达到了这么大规模之后我们的限流、我们熔断包括集群的高可用方案如何去调整，以降低整个集群的风险，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OK，接下来由唐博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一些更多的基础优化的一些技术细节。大家好，我叫唐博，来自蚂蚁集团。接下来由我来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 KYS 规模化进程当中做的一些具体的优化点。我将从 API Server、Webhook、Controller 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分享。首先，我们来看 API Server 的一个简介。API Server 呢，是 KYS 外部和内部组件进行访问和沟通的一个枢纽。由左边这张图可以看到，API Server 从下到上分为不同的模块。最下面的存储模块是用于 API Server 来访问 ETCD 的一个模块。API Server 会对 ETCD 进行 ListWatch 和 CRUD。在此之上呢，是缓存模块。API Server 的缓存模块是为 API Server 里边的不同资源 Pod、Node、Service 等等提供了一个缓存机制。在缓存层这个基础上是这个 registry，也就是注册表这一层。这一层呢，是为了 API Server 对于 Pod、Node、Service 这些不同的资源啊，以及 CRUD 这些不同的请求进行一个特定的操作。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呢，就是在创建 Pod 的时候，API Server 会为 Pod 设置它的 creation timestamp。在这个 registry 之上是一系列的 filter 组成的 filter chain，这里面包括认证健全，还有各种限流，比如说社区的 APF，以及审计，还有流量控制，类似于 go away 这种 filter。在这个 filter chain 再上边就是 API Server 对外暴露的各种 API，包括 API V1，这个健康检查，还有 Metrics UI 等等。那么总体来说，API Server 具有三个功能。首先是它屏蔽了底层的这个 ETCD 的存储细节，并且提供了一个缓存机制。在缓存机制的基础上呢，又提供了 List by Label、List by Field 这种不同的访问功能。第二点呢，是 API Server 对外暴露了这个关于集群内不同资源的标准的 CRUE 的接口，这是 API Server 的第二个功能。第三点呢，是 API Server 提供了一个 ListWatch 源语。通过这个 ListWatch 源语，K8S 集群内部和外部的客户端可以准实时的与 API Server 进行数据同步，并且可以这个最终与 ETCD 里边的状态保持一致，就是达成一个最终一致性。这个是 API Server 的一个简单介绍。那么在规模化这个进程当中，让 API Server 来支持如此大的一个规模的集群，相对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个复杂度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是集群的规模很大，其次呢，是集群里边的各种资源的量很大。比如说 Pod、Config Map、Service Endpoints 这些量都很大。第三点呢，是集群内部和外部的各个组件会对集群的各种资源来进行一个频繁的更新，也就是集群里边的这些资源的变化率是很大的。第四点是集群中各个资源之间也有一个相互的依赖关系，比如说 Service 和 Endpoint， 比如说 PV 和 PVC。由于以上的这些复杂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外部来对 API Server 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相对来说比较难的，所以呢，我们就采取了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由内而外对 API Server 进行分层，然后再逐层进行优化。这个分层和上一张图呢有所类似，从下到上分别是 ETCD， 然后这个存储层、缓存层和这个访问层。其中 ETCD 这一层呢，当然是 ETCD 需要给 API Server 来提供这个 SLO 的保障，同时也有 ETCD 的运维的保障。当然还有包括 ETCD 的其他的一些优化，比如说写优化，比如说 Multi Sharding 的一些优化。在这个 ETCD 的基础上啊，存储层我们对 API Server 进行了一些优化。这些优化点呢，包括 API Server 写入 ETCD 的时候 Guaranteed Update，如果出现这个 resource version 的冲突，会有一个
重新 get 重新写入的过程，但是在集群变化率特别大的情况下，这个 resource version 的冲突是非常大的。为了减少这个冲突，我们增加了指数退避，这是存储层的这个优化点之一。当然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对于写入 etc 的数据大小进行压缩。在存储层之上的缓存层相对来说是可以优化的点比较多的一层，在这一层里呢，我们进行了如下的一些比较有具代表性的优化点，比如说 watch cache 大小的动态调整，比如说 list 操作的一些优化，比如说这个对于集群中的常用资源和非常用资源增加索引这些优化。在缓存层之上的这个访问层，访问层相对来说优化点相对散一些啊，就是我们会对其中 profile 出来的一些热点来进行优化，比如说这个节点健全它的性能问题进行一些优化，还有这个 matrix 数量太多然后来削减 matrix 这种优化。那么接下来呢，我将分层介绍其中一些比较典型的优化点。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缓存层的优化点。缓存层这边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优化点呢，如右所示啊。左边呢是 API Server 缓存的一个大体的架构图。API Server 里面的缓存对于每一种资源都提供了一个 watch cache 的这个结构。watch cache 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边是一个现成安全的 map， 这个 map 包含了一些索引，比如说 node name 的索引、 namespace 的索引以及其他一些我们希望的 label 的索引。在下边的一部分呢是这个 watch cache event 的一个数组，这个数组缓存了从 resource version A 到 resource version B 的一个watch cache event 里面的数据啊。那么这个数组的大小对于 API server 的稳定性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比较小的这个 watch cache 的数组的大小会造成各种客户端在访问 API server 的时候，由于 resource version 已经不在这个数组里面了，就会产生这个 API server 返回这个 too old resource version 的错误给客户端，并且客户端呢收到这个错误之后还会进行重新的 list watch 操作啊。这个 list watch 操作进而对 API server 会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对。这个是 watch cache 里边的这个数组的影响。第二点呢，我们做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优化是说给这个 watch cache 增加了用户常用的索引。就是我们对于 API Server 的日志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且根据日志提取出来了用户的访问模式，然后在这个 watch cache 里边根据用户的访问模式对特定的标签增加了相应的索引。这里边的一个数据是说，当集群里边 pod 的规模在10万个 pod 以上的情况下，我去 list pod 啊 list by label 这个 pod有没有索引的情况下呢， response time 会有40倍的差异。所以可见就是增加了索引对于客户端访问 API server 的这个 RT 的提升还是非常巨大的。接下来呢是这个刚才说的 API server 这个 watch cache 动态调整的这个优化点的更详细的一个解释。就是刚才也说到了 API server 这个watch cache 的大小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太小的这个 watch cache 会造成左边说的这个 list watch too old resource version 的这个负面的循环，这个负面循环呢进而会加重 API server 的压力。如果太大的 watch cache size 呢也会就是消耗 API server 的很大的内存，因此对于这种大规模集群来说，为了保证它的稳定性，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合理的 watch cache 大小。这个合理的 watch cache 的 size 的大小呢，就是根据这个集群中这个资源相应的这个资源的变化率来设定的。同时我们也对这个 watch cache 大小动态调整的这个方法进行了优化。那么在这个
我们这个比较大规模的集群当中，可以看到啊，优化之前 pod 和 node 的 to old resource version，如上面这张图所示，会分别到500到1000多这个规模，就是每分钟。那么在我们优化之后呢，可以看到这个 pod 的 watch error to old resource version 这个 error 会从1000左右下降到700左右，然后这个 node 的 watch error 呢也会从700下降到接近于零，就是几乎消失了。那么整体来说，这个集群当中 list 操作的个数会从4000多个每分钟下降到接近3000个每分钟，也就是每分钟会有1000多个 list 操作的减少。这个对于 API Server，对于我们整个集群的稳定性来说，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那么在缓存层之后呢，是这个存储层和这个接入层的一些优化，典型的优化点的介绍吧。存储层就是在 guarantee 的 update 里边会触发这个 resource version 的冲突，而导致 update 不成功。那么为了避免这些冲突，我们就是在这个 transaction 之后，如果它发生冲突，我们就加入指数退避，这样大大的减少了集群中的这个 guaranteed update 冲突的情况啊。另外一点呢，右边这张图呢是说这个 API Server 对于 Kubelet 访问集群中的资源会有一个 Node Authorizer，就是节点健全。这个节点健全的功能呢，会在 API Server 内存里边构建一个比较大的图结构。这个图结构随着集群资源量的增多，它的更新也会逐渐变得缓慢。那么我们发现了这个性能问题了之后呢，也是进行了一些优化啊，就是同时也发现了社区的方案啊，就是我们也是根据社区的这个方案来进行了优化，并且解决了这个性能问题。接下来呢，我来分享一下 Webhook 相关的优化。在大规模 KBS 集群当中，Webhook 的性能对于整体的稳定性以及整体的性能来说也是至关重要下面我们来看这个一个典型的优化点，就是 API Server 在访问 Webhook 的时候，特别是这个 Mutating 的 Webhook 这个 Mutating Webhook 会对 Patch 前和 Patch 后的两个 Runtime Object 来进行一个递归的对比，就是会对两个对象的各个子字段进行递归的这个 reflect.dpico 操作，然后来生成这个 operation 的数组。这个 operation 的数组就是它即将 patch 回去的这个操作。那么在生成这个即将 patch 回去的操作的时候，我们通过火焰图发现，就是这个 v2.createPatch 函数实际上耗费了大量的 CPU 时间。那么针对这个热点，我们进行了一个优化，就是在生成这个 patch 的 operation 数组之前，我们先去对比 patch 前和 patch 后两个 runtime object 它的 byte 的数组的情况，以此来降低这个后边的非常多的这个递归的 dpico 操作。那么在我们优化之后呢，可以看到这个 patch 的数量就是基本上可以削减到10%，也就是削减了90%以上。所以说，这个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优化点，但是效果看起来还是非常明显的。除了 Webhook 之外，Controller 的性能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们的大规模 KBS 集群当中，主要有3组 Controller，分别是 KBS 自带的这个原生的 Kube Controller Manager。第二部分呢是这个蚂蚁集团里边各种元数据的 controller，第三个就是各个业务方的 controller，包括大数据的 controller、机器学习的 controller 以及 PaaS 的自己的 controller。那么针对如此种类繁多的 controller，我们采取的优化手段也是以不变应万变，由内而外的来进行优化。那么整体来说呢，我们优化这些 controller 的方法论就是如右边所示。首先是删除不必要的 controller 对于 API Server 的调用，其次呢是合并一些相似的 API Server 的调用，第三点是说对于这个 pod 它的整体的创建或者删除链路，我们综合考虑多个组件的功能，然后通过多个组件的配合
来依次降低 Controller 对于 APSR 的调用。第四点呢、是专门针对各个业务方的 Controller， 我们来规范这些 Controller 的使用方法，以此达到最优的对于 APSR 的调用。第五点是针对这些各个组件里边非常多的 Matrix 来进行这个 Matrix 的优化，比如说调整histogram 类型的这种 matrix 的 bucket size。 第六点，也就是相对于底层一点，就是优化这个 controller runtime 还有这个 client code。 那么在这些优化 controller 的方法论的基础上，我们也是对于这个 controller 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性能提升。下面有一些优化点，这里边就不具体介绍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优化结果。首先是 APS Server， 基础资源上呢 CPU 是略有降低的，但是内存却是有所增加。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动态调整 Watch Cache Size 的大小会消耗一定内存，这个也是我们预期之内的。通过少量的内存增加来换取了整体集群的稳定。右下角这张图呢是之前展示过的这个 Watch Arrow 还有 List Operation 数量的减少，就是可以看到在这个大规模集群中每分钟会有1000个以上的 list 操作减少。对，这个对于稳定性来说还是有很大提升的。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整体的 RT 的提升，就是这张图从左到右分别是 patch、post、put、delete 四种写操作的 P99、P90 和 P50 的延迟。由这张图可以看出，这些延迟分别有大约 30% 至 60% 的降低。就是由此也可以证明我们这个整体的 K8S 的大规模集群也在向着高效和稳定的方向发展。接下来呢是未来的一些展望。优化一个大规模的分布式系统，无外乎其实可以总结出三点。第一点呢，就是提升这个系统本身的架构，来借此提升它的性能和稳定性。第二点呢，是这个管理访问这个系统的各种业务方、各种外部的流量，并且去优化他们的使用方法，还有他们的架构。第三点呢，是去优化我们这个分布式系统所依赖的服务。那么对于 K8S， 对于 K8S 大规模集群这种分布式集群，这种分布式的架构来说，首先我们需要有 SIO 的牵引，这个 SIO 包括 API Server 的 RT 的 SIO、 ETCD 的 RT 的 SIO，以及交付给用户的这个 pod， 它 pod 在创建和删除时候整体的耗时的这种 SIO。 在这些 SIO 的牵引下，我们会去对 API Server、 ETCD、 Operator 还有这些各种的业务方的 Operator， 以及这个我们自己的调度器和 Kubelet 会去全方位的进行优化，并且我们希望最终可以达到的是一个可量化性，也就是我们 K8S 集群中关键组件的 CPU 内存消耗，以及对外暴露出的这个客户端访问 API Server 的这个 RT， 还有用户在创建 POD、 删除 POD 的这个交付时间，我们希望它都是一个可量化的，可以从集群规模、可以从这个集群的访问量、 List CRUD 访问量、 POD Node 个数这些来进行一个确定性的量化。所以我们不光希望给用户提供的是一个高稳定性、高性能的集群，我们也希望给用户提供一个确定的集群。好的，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